K 给我了、不行啊，你不是女仆吗？不要满足主人的需求啊，开始乱讲话。所以要满足您的需求吗？对啊，给我很快哦，超凶。大家给我、啊、我笑死我了，我刚刚差一点点我就掉到岩浆里了。啊，被女仆吓到哦。绿宝石挖到繁星家下面了是不是？我如果平常玩射击游戏有这个反应就好了。你是说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吗？对呀、啊、用一只手玩吗？确实是一只手操控着上下左右啦。哦，一只手就可以玩射击游戏啊！你好强、哦！对啊，啊没有，另一只手要瞄准啊，所以就是对，是没错，各司其职、哦。对的、哦，对对 对, 對, 對、欸，小雨在我的下面耶。因为我刚挖到绿宝石，我想说这附近的高山应该就是你家下面。哎，地下，哦，害人不浅的岩浆，哇，用了一组骨粉才一颗毒马铃薯，不对，这颗马铃薯是我原本就有的哎、欸。我觉得你要不要那个任务佛系解啊？啊，好吧，我家有一颗比较容易来。那也太难了，你们两个要合作是不是？那个用半天用了一组骨粉，一颗都没有，太夸张了。我要去砍木头，这种东西是强求不来的。嗯，对啊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。这是谁探过的废矿？啊，废矿！我现在废矿啊，是不是我？哦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废矿，这是一个矿道。哦，你骗我！抱歉，又晚上了。高木掉啊啦，潘先生。又晚上了，怎么这么快啊？哦，好想要经验修补哦。不然你今天两个小时就钓鱼啊？我来钓鱼那个、啊，你可以去买那个啊，那个礼包啊，礼包里面有。礼包里面有吗？恶魔，对。哦，那个礼包是这样子，它是直接给你一把随机的那个道具、哦，有可能是铲，有可能是斧，有可能是剑，就是那五种武器。太坏了吧！然后，对，五分之一的几率。然后呢，这里面的附魔呢，它是直接变成就是，它会模拟玩家40等的经验值下去附魔。哇、哦，好酷哦！那我有个问题，它给的东西是等级什么的品质的？钻石、铁还是钻的，都是钻。哦，都是钻。哦，赌博了。哦，可是要有钻石才能赌哦。而且是要几颗钻石啊？好像20颗的吧。20颗只能换一个。好。嗯，我今天就来去玩抽奖。然后他有机会弄到就是修补，但也有机会有什么什么消失诅咒什么的都有。哦，哎、欸，那想问一下，既然都有赌博系统，那有没有那个矿物兑换系统？对啊，之后会开矿物兑换、欸。有矿物礼包啊，可以买矿物礼包啊，3块钱，然后三个钻石，3块钱换一堆矿物哦，它是就是很随机的一堆矿物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们之后挖矿一定挖到最后一大堆什么铁矿之类的。嗯、请问有机会换到很多钻石？哎呦喂，哦，我的铁矿啊，钻石啊，对啊，它那个礼包里面会有钻石吗？欸，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啦。啊，那我就不去换、啊。那我也不要换。你们想要又没有啦？不是应该就是可以赌个博 啊, 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下次更新吧，下次更新、啊。好好好。我跟他钻石走上去说没有，我直接走下，我不换。你怎么死了？团主人，你怎么追上我的死亡记录啦？明明就没追上，明才一半多一点。您是不是想要追上我？谁故意跑到第二名啊？我才不要追！哎呦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想追人家、啊？我不要，我觉得很可怕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别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去抽一个稿子，我要去抽稿子。啊，不，抽工具啦！我去抽工具了，是在楼上换嘛？对不对？对，管理好哎、欸，我要去换了，换了。哇，这是领域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肌肉还是会消失嘞？换今天不是没有大老鹰啊？今天是小老鹰吧？我想小老鹰，对，今天是小熊猫吧？你是小熊猫吧？有黑眼圈的老鹰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睡不饱，睡不饱。因为他太操劳了，所以都长不大，所以是小老小老鹰好、哦。
熊猫就熊猫，当什么老鹰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哎、欸，哈记，你说，哎，这个工具抽奖箱拿到之后，哎，你放出来地板有没有东西？打开看看。我放出来了，但是箱子也是空的。空的，好，我去帮你。我的家。召唤啾啾。变魔术啊、哦！好，算了啦，你直接身上弄有没有空间？我身上有啊，空间不少啊。嗯，好，直接帮你开给你啊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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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为什么捏你的头颅啊？为什么？哦、我的头颅也不错啊，为什么拒绝我？哎、欸，我一开就开到锋利式掠夺三的钻剑呢。哦哟，哎呦，可以哦，很棒哦，可以拿去刷东西，可以刷哈基的头颅了。哪里？你可以去刷那个啊，不是有一个是什么？那个什么的哭工没有哭工跟僵尸要用高压苦力卡才可以。哦，是哦。哎、欸，凋零的话，掠夺就变成那个啊，变成几趴？4.5%吧，就是有高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凋零头的话是会高一点，好啊，高那0.5%2%而已啦，对啊，我可以去刷高，没有很多，不是高零，凋零，高零，刷高，高零，凋零，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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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是什么？它是看起来不太像高零。看起来不像高龄，残哦，隐约你这边也接起来了耶！啊，你这边啊？哦，你说你的父母那边啊？对啊，连接起来了。你的地下工厂那里？地下工厂，我要来开用你用的东西了。什么东西？就是自动熔炉。吓我一跳。嗯，送你岩浆，送你岩浆。也这样是吧？我也有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没有送你的，送你的，送你的。你知道吗？欸、你要穿金装才行呢、欸，你穿铁装不行呢、欸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过来、欸、怎么了？过来仓库一下。你想干嘛？你不觉得这样放就更像你们上一次说了，你们想把这边变成什么了吗？你过来看。哦。团主人呼唤我，我来了。要许我，你这个声音我觉得很恐怖。你看，阿七，好，什么东西？不要砍我！你们在哪里？欸、你昨天说要把上次说要把这边变这样的，不然你说那放哪？我要给你放，不要，你要放哪里？哪边？哪没有啊？你不然你放哪？没有他拿走了啦。啊！不然你要放哪？我去看你放哪边。我放哦哦，嗯，你不会说神坛吧？哎、欸，哈神呢、欸？哈神呢、欸？是哈神呢、欸？哈神呢、欸？哈神呢、欸？你可以哎，哈自己，你直接当神棍好了啦。你才神棍，然后你就在这边，你就在这边创哈神教，哈神，哈神教。哎呦，很胖啊！你以后就说你是哈神了吗？很胖，谁跟你胖？我说胖啦！你刚明明说胖，我说胖，你耳朵说胖，没有没有，你刚讲介于中间，介于胖跟胖中间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嗯，这里等一下我要干嘛？我都忘记了啦！啊，我想起来，啊。啊不咋不咋不咋，没有不小心拿斧头按到那个原面，剥皮了，剥皮起来，剥皮，剥皮，剥皮。所以我这里要挖多高啊？所以繁星真的要当乞丐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就当啊。那隐约想当什么啊？我下水道嘛，嗯，你当忍者龟好了。你不要跟我讲了，哇，好害羞，好害羞哦。为什么要学我？好害羞，哎呦。
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我们怎么？我们怎么？我们怎么了？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没有没有，这一定是因为同星座的关系，我一定要推给星座。这是同星座的关系啊！气啊！当鳄鱼也可以啊，对，当鳄鱼好了啦。当鳄鱼是什么东西啦？啊、我也不知道，有人讲的。嗨嗨嗨！你为啥穿圣斗士？没有当圣斗士，没有当圣斗士，你知道那也是死路啊！装备会坏掉啦，会坏啦！完了，现在有人结怨了。哎呦，他机坏掉了！我当圣斗士，我只能打他了。他机坏掉了，你干嘛坐我家、欸？你干嘛干什么？我关门了、啊，我关门了、啊，我关门了、啊。哎呦！警察啦，快点啦，警察在抓人啊！没有，我只是在看戏的李长博。李长博。好了，我要去铺那个啦路。铺那个路。铺楼梯。铺啊铺啊楼梯。铺。铺啊。没有，我们要用切石机，我们要切石头。放反了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上面还要再多挖一格，麻烦。种蘑菇要多高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要种蘑菇啊？对啊，我想在地下室做一个可以种蘑菇的地方。我想要种蘑菇。啊、嗯！我觉得大朵那个蘑菇超可爱的。大朵，这几任务啊。红色的那种大朵的超可爱，那可以盖成房子的那红色的。对啊，红色蘑菇小，嗯嗯，头顶了，让狗狗咬死僵尸，养一只猫咪，带村民回来。你那任务是怎样来的、啊？人家给的吗？因为观众人家给的，观众投的吧、哦？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 Google 表单还是、啊、有个投稿的表单？哦、应该里面很多任务吧？我觉得。嗯，其实我没有去看过哎，他现在目前里面有几个人投啊？我也不知道现在三四百个吧，几个人投啊？任务也太多了吧？好多，好多，可是应该有很多来乱的吧？我觉得，比如说把一组钻石丢到岩浆之类的，哇塞，啊、对，这个都被我筛选掉了，还有一些什么你看吧果然在直播喵喵叫之类的，这个都被我筛选掉了。他一定是指定哈基，哈基还会删掉，不然他就放弃。真的，他是指定杰克。哦哦哦！哎呦，你们不用在他直播的时候你用啊，没关系嘛，你们一起啊。啊一起吗？怎么可能？原来是一起的部分啊！不要拆我家，拜托你。不会拆你家啦，我在你家附近倒岩浆。哦、欸，还好啦，我家烧不起来。那就在你家做一些陷阱啊，掉下去就是岩浆这样之类的。不要，可以用我房间，可以拿岩浆烧他家的蜜蜂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哎呦，这个就很致命了。买啦，我错了，致命的伤害。马上道歉，对不起，祸不及家人，不要动他们。要动就来动我，不要动我家的蜜蜂。不要碰他们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好难哦，铁针，先准备铁针。你要压死怪哦。对啊，要压怪了，小心哦，穿金装的要压人哦。人不算怪物啦。铁针可以挖多高啊？上面多高会被挖穿啊？应该不会知道、欸、我记得五格就够了哎、欸，五格就够了吗？对，因为它有太高的话，的对你太高的话，那个你的那个红色蘑菇梗会很长，很恶心。哦、oh. ，可是我需要红色蘑菇跟褐色蘑菇都需要。哎呦，所以它都是五格吗？我记得褐色比较高吧。嗯。哎、啊，你怎么在上面不下来？嘿。啊。嗯，切好多啊。这个改这个干嘛？哇！我很怕我把杰克地下给挖穿呢、欸。
我有哦，大肚哇！你怎么了？差点被蘑菇挤死。哦不，它有一格是这个绿发簪，蓝色。哇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又来偷袭了！音乐、哦！哦，你在这边种啊？音乐、啊？怎么啦？哦，抱抱！什么抱抱？哦哦！哇塞！哇哦！抱抱！抱抱！抱抱！音乐！抱抱！抱抱！抱抱！啊！死了！天哪！完了！啊！我要收集素材啦！我抱到影月嘞，好恶心哦！这个人，影月是怎么被杀死的、啊？精华剑了、啊！你是怎么被杀死的、啊？我被偷袭，先被砍掉一半的血，然后他打两趟，他太坏了。我喝了两瓶力量二的药水。哦，你哦，难怪想说上次在那边酿药水。现在剩下谁没被杀、啊？没有啊，就这一场都没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一轮的都有了，因为杰克不在、嗯，所以不算，所以他就可以拿了啦。耶、嗯！然后我们这个事情要保密哦。然后下一次杰克来的时候，我再穿军装、啊、在他面前。好好好好。因为就只剩他了嘛，对不对？杰克、泱泱、酱油都还没杀过啦。哦，他们也算吗？哦哦、也要杀吗？没有、啊，没有，当天在的才有杀、啊。当天在的，哦、但是他们就不用啦、啊。没有要吓他，要吓他，不知道我们解完了、啊哦，他不知道我们解完了、啊。嗯，好、啊。哦，太高了吧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派 K 了 ？What？ 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坏掉了。小雨不是这样子的人啊。不是你们看我家楼层、啊，你们刚不是在讲说那红色蘑菇？哦，你的蘑菇好高、哦、哇！对啊，我就说会长一个梗超长的，你看就这个、啊、又高又大朵，欸、那这哇塞，这都不要猜了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做过这么高的蘑菇、欸，我快笑死了！而且你知道，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母汤、欸，你赶快把那旁边拆掉，拜托！不要啦，这都很可爱、欸，拜托拆掉！哦，你是说这两个啊、哦？请拆掉！好，我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啊！小雨家隔壁，在小雨家外面吗？外面，来地表就看到。这是你那个吧？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叫什么？你看那边油箱，你的油箱啊？对啊，这是你的油箱有没有？对，你的油箱就是长那样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知道他刚刚一瞬间长大，我真的觉得哦，没捕捉画面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浅蓝色染料怎么合啊？蓝色染料啊，白痴哦、喔，白色啊，青金石加那个骨粉要再分解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还没分。你要再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不要左右对称的，拜托，那很丑。我没有，我要做另外的颜色。左右对称不是小雨现在就是要做。啊，小雨不要啊！没有，我要种这个了，我要种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这样很丑。还好吧？它那个伞不会连在一起啊。好，我看你，应该是不会了。结果等一下就跑出来了，你就再种。怎么打你啊？干嘛啦？你们要干嘛啦？你们要干嘛了？怎么玩香菇玩的很开心哎、欸？我看正常来讲，棕色不是应该比较高吗？哎、欸，接回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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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又来了、哦、我看到了，我家在繁星家旁边、哦，看到了，来串门了、啊，可以啦，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看的啦，还行、啊，不是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，走啊打，那个比例高度刚好相反的，很好笑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身上谁有不祥那个照啊？你喝奶就好啦。哦，其实那个还好，你没有到村庄都不会触发、啊。嗯，他现在在看我吗？他在看我吗？好像是在看我哎、欸。哈哈！啊，你们都没有要来啊、哦？我在啊，我在路上了。哦，我想说怎么只有我一个人？害我觉得有点孤单。哎、欸，他跑去找你了，偷袭！哦，一击必杀。我好痛。哦，好了，没了。好了，棋子给你们。好啊，我已经有一个了。我要插我家门口。我以为你要做成盾牌。那他像素变太低了。哦，
啊哦噔噔噔噔，金萝卜不能回血。嗯，金胡萝卜是吃了之后会比较不饿吗？跟胡萝卜比起来是就保持度而已啊，六格保持度。这么多、哦？嗯。哎呦，卡住了。牛排等级的啊。嗯。那深蓝色染料嘞？加墨囊吗？深蓝色，深蓝色就一般蓝色而已吧，没有深，就一般的蓝色而已、啊，就。淡化剂嘞，分解还是有绿色加蓝色，是不是？哦，有，是仙人掌绿吗？嗯，仙人掌绿，然后加那个青金石。好，又要烧仙人掌了。嗯嗯，刚刚这应该是有，嗯，应该是有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室友有。有什么？欸、有啦，超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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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过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的，他应该在解那个吧，盖东西的任务吧。我去，八，有，超过，超过了，超过了。我解完就可以跟你们讲了。嗯。我们哎，赶、欸、快有人去他旁边看看那是什么，然后抢先一步。不，解完了。抢先一步阻止他，一直杀他。那、嗯、你没有他解完了啦，我刚解了一个，在五十格远射一个弓箭，射一个人，他没被发现。啊？你射谁？你射谁？刚刚在那边射到，叮，一个是团团，他在那边举弓，在那边第一个前线在打，那一下被射到是我射的。啊、没有啊，不是我啊，你是吗？射到我吧？我是背袭呢、啊，我那个时候是背袭啊。我想说怎么那么痛？耶、yeah ！我会射回来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不太行，不行不行，不是我们投票，我可以让你发，我可以让你发现啊！可以，可以，不行，不行可以。伐木场啊！我应该血量再低一点，就可以看到哈基杀死我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会走到刚不举盾了。你没有想过对方会死掉吗？对耶，我没想到过。对耶，我要那个，我要去借影月家的附魔台。谁投这些奇怪任务啊？就算我投这些奇怪任务，我在想啊，那个杀人任务应该不能用叠尸的方式。你是说要一口气？可是一口气感觉根本不可能，啊、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叠尸的方式对被杀的人很不公平啊。嗯，真的可以给别人杀、啊。对啊，或者是你被杀一杀，你就去换你去杀人。对，杀回来。或是你社会路，你杀你打过他一次之后，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再去打他，不然他没有机会回血之类的。嗯啊，嗯，要滴滴时间。对啊，小事耐三。那就任务解完了啦。没有没有，我说以后的任务啦。我说以后的任务。Oh. 对啊，那以后如这就算你不穿装打了，你用叠的也迟早会叠死他，一定会叠死、嗯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小兵的厉害之处。嗯。对，我对不对不对不对，拿错了。不，你的弓是多痛啦？我的吗？对啊，不会射轻一点哦。嗯，是强势的无限高，死啦！你死啦！解任务又强势的射人，对呀、啊，无限高啊，粉一点，不是啊，这重点是强势，不是无限高啊，重点是强势，好啦，重点是很痛，没关系啊，没事啊，没事的，我会痛，可以找那个团团呼呼。不要啊！没有吧？现在是女仆是你，所以是要找你啊！哦，你要找你，对，你要说痛痛飞走啦！痛痛痛飞走啦！飞走啦！痛痛全部飞走啦！哦，我觉得听到会更痛，没有啦！来来，跟着我一起念，我们不会恩怨天，我们不会无故殴杀死。这是空杀会，你会念哦？那个飞走，你说你会哦？好强哦，你会！哇哦！你练多久啊？这个东西就一直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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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看啊！来，再念一次。
文，你再中文叫我念，我不会念。可以的。我记得我还有把那个中文翻译把它写下来。你说这个的中文翻译哦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他翻译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名字。白痴哦！好，谢谢你的解释。OK， 谢谢你的解释。OK， 不然呢？我觉得我受益良多，真的。对，我第一次知道。我学到了好多。原来翻译完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你为什么要去翻译他？铁咪弄哪翻译？哦 ，OK。啊，对，我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可是蘑菇左右要多宽啊？哈基，我好痛。来，我等下送个金苹果给你。等下回去看看。好，我来去看你那个合成蘑菇左右有多宽。哎呦，应该是……哎，有人也有来挖黑项目吗？我没有。那是直径五个。我只觉得我们需要烽火台彗星。好真的，三个哦，左右各三个。那所以你们那边是要干嘛？你们要做一堆蘑菇大蘑菇哦？没有啦，它既然长这么高，没有，我只是要种对称吧。小雨请睁眼。这一碗你死了，你死，这一碗你摔到了。在哪里盖比较好嘞？这里好了，这里好了。啊，对，我要那个，对，你要干嘛？你要什么？我要解任务。你一直都在解任务不是吗？对啊，不是不是那个任务，另一个任务，另一个任务啊，又想打人了。哎，我觉得你的职业就当冒险家好了啦，你。一直解任务，你当冒险家啦，你当坏人，对，你是勇者，你当坏人，坏人不会解任务吧？等等，名为勇者啊，念为坏人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事也是。你想看看，你如果有一个人冲到你家里面翻箱倒柜然后走掉，你会觉得他是什么？圣诞老人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。没有没有，然后呢？那个什么，你当这个职业就要有个底 buff， 就是如果呢你在别人家里翻箱倒柜被看到，你就一定要给他东西。粉红色，你要给过路费。对，要给过路费。你说，哎，这是你的职业的底 buff。这不是我家吗？奇怪，奇怪，你是谁？走来我家。你是谁？你哪安呢？啊，那，哎，你就要把这个灯塞在跟蘑菇平行。塞哪里？就是因为它那个上面太暗了，会很怪。乞丐要去拿燃料，是用青金石或死车具。我那边有，那边有。小雨有粉丝。喂，你虔诚的教徒在看着你。啊！这个叫声。好，你咬我，你咬我，你咬我。怕我这稿子太快了。不会啦，那个斧头才比较快。哦，你用点的，用点的，用点的，这样子吗？点太快了。你需要一把石镐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啊！我切，我切。不是的，进来，进来，里面，里面。啊！不是，他想要铁针，他想要铁针，赶快阻止他。他要铁针弄那个，赶紧把他的僵尸打死。对，压怪物。哇，你们好坏啊！我会把他打怪打死，超坏。跟在他旁边，他打死我就把他打爆。拿弓箭射，我要拿弓箭射。他进在哪里？坏透了！快打他僵尸，快快！就是他僵尸那一只，就是那一只，不要打他的，射箭的，把他箭挡下来。去，快去帮僵尸举着盾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我帮你啊，我帮你啊，我帮你啊。